玉珍委员在过去问政场合当中的几个经典画面，第一个，哎呦，就是有粉红泡泡啦，哇，这个就是蒋万安委员那个时候在霸占主席台的时候，哇，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失控了，在外面，哇，抱在一起了，那个时候这个动作维持了多久，还记得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的身体基本上就是在台子上了，你怎么爬上去？哎，我跳上去的。哎，旁边是脚吗？对，是脚。那是美人鱼的一个姿势。蓝色那个是脚，哎，哦，那是我的脚。沈智慧委员的手下面那是脚，对，他护着我，而且他好像玩蛮开心的。其实我们都是，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七点，哎，我们六点多，我很早就要去排队，然后我们要抢站主席，因为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，我们那时候人很少，弱势。我们是少数，那。我们要抵抗民长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会议不能开始。我们那是主席台，我们就把主席台站住，让会议不能开始。那我们全部都啊，但是很挤，其实全部人都是挤在一堆的。你看这些全部人都是挤在一堆的，都是不能动。沙丁鱼。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，你不会去想说你是抱着谁。说实在话，是因为真的完全没有想到。没有。请问蒋万安有没有一丝喜悦？我没有想着，因为我们这个我是来自金门战，以前是战地的哈，大家年轻人可能不知道。就我们那时候想的都是战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在跟那个后来不是有一张林长佐那个吗？就在我们在一场里头，如果在战斗的时候，只有分敌军跟我军，敌军民进党，我军国民党，没有分男跟女，没有分什么男军女军，没有。打仗的时候你怎么会分什么男生女生？在这样子的场合之下，你们是我们当然不鼓励啦，但是没办法，是迫不得已，是完全已经沉浸在里面失控了。我们就是在里面，就是只是为了把主席台站住，不会想其他的事情。在这种场合，你不会想其他的事情。会不会跟那旁边耳朵说，哎，那媒体还在拍，我们再撑一下下？对，不会不会，其实不会，因为很紧绷啊。是战争嘛。但刚刚有讲到林长佐委员的，也是林长佐应该是下一张嘛，因为我对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是林长佐委员，他好像就没有这么释怀哦。没有没有，其实他刚开始还好，我看跟他聊也还好，后来因为媒体是做，他也当然要讲。怎样？我看不懂这张照片，看起来好像头，很像被，好像恐怖片，又转到一个正后方，好像是。然后那时候就大家抢那个选票，这是中选会人事圈的投票。这一次我们都不用，我们现在是多数，所以没有你们才多一席哎、啊。至少我们比较多，好不好？那时候我们少哎，我们三级，他们六级。哦。怎么样都不会赢啊，一个比两个都不会赢。这个事情发生之后。跟林长佐委员有在私下聊后续吗？还好了，要聊什么？没有啦，抓到不是啊，总是会有一点尴尬。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尴尬之后抢那个选票，尴尬之后还是会聊一下。也不会啦，因为我跟他表弟还蛮好朋友的。反正现在也遇不到了。哦，对啊，也不一定啊，遇到没关系。这种东西一场上这种战争没什么。觉得这个只是肢体攻防，还有意识攻防啊，言语上辩论的攻防很多种。觉得玉珍姐有一个霸气，一个豪气在。反正在你冲撞该做的事情，这已经没有什么包袱了。反正觉得在做对的事，你在做，对，你在做你应该做的事，而且要坚持到底啊。可是没有包袱到把自行车的安全帽带到议事台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这张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张就是我们要站主席台嘛，我一个人撑了45分钟，哎，没有没有，大家要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好不好？因为怕这是经过生活经验，那个手套有没有？因为手套才不会被抓。因为我们上次那个傅伟宏太在那之前被玻璃割伤，去缝了3针，还缝到韧带。然后那个戴帽子是因为那个谁，邱莹拿那个计时器砸我，知道要戴好帽子才不会被。那眼镜呢？哎，眼镜因为有人会打你啊，所以保护。因为我那时候还，我后来开雷射，那时候还戴眼镜。如果没有戴那个，我怕眼睛。玻璃会破掉，就很容易受伤。你好像在跟粉丝打招呼哎、欸，没有啦，我是趴在主席台上，那个还有你们没看到啦，我们还不用 S 腰带绑在主席台上面了。你把自己绑在上面，这样我们大概可以，我坚持了快50分钟哎。我的天哪、啊，这平常要练肌力吧？反正后来他们要把我抬走，我还破一个记录哦。我们立法院其实有一个规矩，因为怕说什么性骚扰什么什么那种，对，所以以前是男生抬男生，女生抬女生。就他们这一场，他们动员6个人抬我，6个女生抬你，男的，6个男生抬你啊，什么的，对啊，他们把你当男生了，是啊，所以你看，就是我有没有很计较这个，反正就是对不对？所以我1:6。但这些道具是你自己去准备的？当然啦、啊，你有动脑，你知道这样有版面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那时候是根据我，还有我有带护膝，还有跆拳道那个护膝，真的是全副武装。
他现在讲这些东西很津津乐道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没有，因为没有这是经验啊，因为你被打过啊，你被打过，差点头破血流，你被那个被抓，上次抓到手，因为那个麦克风是铁的，而且这个就麦克风哦，变成铁链型，你嘛变铁丝啊。哇，这只是麦克风。哦，你们那是麦克风。对，麦克风变得很细嘛，它会刮到手啊。你们正在破坏公物哎、啊，天哪！这都是没有，这不是，那会拉来拉去。人民纳税钱要修这个哎。我们也不想这样做，但有些法案要强行过关，我们不能接受啊。如果现在还发生类似的事情，你一样会戴这个安全帽上去吗？现在不会发生，现在是换民进党，现在终于轮到不是我们站主席台了，各位。